赞。可以吗？格局怎么打开的？同志们，干嘛啦？你拍同志们干嘛？今天过来拍熊版，主要是宣布一件事。怎么好的啊？兄弟们在不在啊？有的去吃饭啦、啊。有的去吃饭啦、啊。什么好事？我的那个事情才是好事。干嘛啦？干嘛了？你不说我坑你吗？那个单怎么样？人家不都打钱给你了吗？哎呀，不用说你那个单了，你那个单。打钱是打钱了，他原来他跟我讲是月底结的，后面他就直接给我结了。对啊，钱说我的好事啊。你的钱等一下，不用着急，你的事情呢，我会跟兄弟们讲的。那我可不可以坐这里？这里你不能坐这啊。那我坐哪里啊？那么多床，你随便找个床坐先。我要跟小芳坐，等一下床都坐弯了。你看，那么多好事今天。你不说你月底给你结果了吗？怎么不就打了吗？我跟你讲，赵公子，我跟他对账的时候，他说月底打的，可是我也没想到，他打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证明我没有骗你啊，别老是说我坑你啊，对吧？老是指着我就是你。干的单不会有什么好单的，老是这样说，对吧？来奖励一下。奖励什么？奖励什么？哦，你都赚那么多钱，还不奖励我一下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单呢，我也没挣到什么钱，我都是为兄弟们考虑，你都不懂了吗？你这个单哪里挣了多少钱？第一天你们去干，我也没挣，对吧？第二天轮到我去干了呢，确实人家是要了30个人、嗯，没有问题。可是你知道一个人我挣了多少钱吗？他给多少给你？我一个人才挣了30块钱。一个人才挣30块钱？对呀、啊。三都多少啊？900啊。那900也是你的钱，不也挣900了吗？我跟你讲，挣了900块钱是没有问题。可是那天。还没开始做的时候，我不是给你们一人发了100了吗？心情好了，但是你给我们跟这单也没关系啊。我都一人给你们发100了，那天也7-8个人啊。那要是亏，一直说亏多，你就你发的钱你就不收回去了呗？我给你们发一人100，我也不收回来了，我也就是给了兄弟们了。本来这个单我也没指望挣多少钱。就是为了兄弟们好就可以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还开车亲自带队，那停车费在那里一天都120块钱呢。还差油钱没有算上？油钱这些我也不斤斤计较了，不是什么东西都算得那么细，对吧？我要跟赵公子讲，为他说我挣了那么多钱，可是我要跟他讲清楚。这些东西算起来就喊回来是没有挣到钱的。那你不是每宿舍每个7-8个兄弟你都发了每人100块，那个也是一种情谊啊，那情谊是无价的。那不是都给兄弟们了吗？都说给兄弟们好了，为兄弟们呐、啊。如果我斤斤计较起来，那我不给了，那我不是也有这个700-800块钱的收益了吗？嗯、我还说，接到款了给我讲一下，讲个3000-5000给我，让我去租个房。我都跟你讲了，你想要租个房是没有问题，对吧？看你那脑那么灵活，那嘴巴那么666的，你也可以是这种搞几个这种比较好一点的业务过来给郭哥啊，郭哥安排的好好的，那个肯定在这个3-5千给你租个房子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呢？老是有那么好的，那我就不用躺在这里了。百年没一遇的一个单子，那种东西是偶遇的。我跟你讲，很多东西呢，不是一下子就做起来的，要磨出来，要练，积少成多。像做我们这行的，要沉淀，懂了吧？就像我一样。李三。我叫你做好，我要跟他讲。我讲过呢，我不喜欢别人插嘴。主要是我也跟他想跟他分享，暂时分享一下。
很多东西呢都要去慢慢沉淀沉淀，知道了没有？谁不知道沉淀？那没有那个实力沉淀呢、啊？我也知道啊，像我前阵子说的一样啊，坐办公室那吹空调，对吧？然后从里面去干，你赚钱。我跟你讲，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。哎，我还以为说搞个大单子，哎呀，要完了。还有什么好事啊？今天肯定是有好事啦。好事？李三呢？三哥，你干嘛呢？找到第二个小娘娘了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你都不想好的，就专门想这些花里胡哨的。那两个人走进来说，我要有个好事去宣布，我也是醒去喝喜酒。醒去喝喜酒，那也是他自己个人过来宣布啊，由得我来帮他宣布吗？怕你想想风头呗。我哥不会想那些风头，李三他也跟了我那么多年，对吧？他也成长了，是不是？成长高高的了。要买这个水给李三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各方面比较可以，来的久了。还有，我想跟你说一下，你要在郭哥这里磨练，到时候磨练像李三这种，也可以独立一个部门给到他。独立部门，这我也在买四个圈或者买三房一厅给他而已啊，真是的。今天过来呢，就是宣布李三自己有一个独立的部门给到他，也让他带宿舍的兄弟们吃香的喝辣的，对吧？就是说以后呢，兄弟们啊，跟你们讲一下，李三这个，就是李三以后的话，他也可以带着兄弟们去干活，也不用就是说，干吃活那种扛公猪、扛母猪、看星星、看月亮，那些都不用了啊。就是以后的话，郭哥这里没来安排你们，他来他也可以直接安排你们去上班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鼓掌。格局怎么打开了？我都跟你说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慢慢的、慢慢的，一条一条去做去算，对吧？不要着急。但有的去上班，有的是吃饭，有的还不知道呢。给点宣传费，哥帮你宣传一下。哎呀，你怎么老是想这个东西？我跟你讲，好好要学习一下李三，你啊，不能就是说。怎么扛公猪扛母猪，看星星看月亮嘛，以后就不用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了。你来的时候你就说，兄弟们，今天晚上多少多少，兄弟们愿意跟你干，再好的干。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呢，你要对宿舍的兄弟们好。那个必须的，这个扛公猪扛母猪他们愿意听，我就说不愿意听，我就说高工匠低工匠。行行行，你怎么开心就怎么喊，主要是要对兄弟们好，这个没有问题的，不能随便乱苛扣啊。怎么可能，绝对不可能的。我在你的教导下，你保证带兄弟们猪脚饭给你安排到位。我都说了，你要求高一点，要对兄弟们高一点，老是说冰冰力猪脚饭怎么没档次的？我们要搞大山，吸香的喝辣的嘛。大山都没有那么多实力啊，保证每个人是猪脚饭，每个人像小饭一样，那么这样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不能天天搞，那一个季度搞一次也没问题的哦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对兄弟们好，就 OK 了。你要听我讲完。我发现有人说，李三啊，三哥，这是克扣的话，那就不好说了啊。反正你听谁说，你不要听赵公子说。他今天晚上他的意思是说，一次搞一下这个猪脚饭，他的意向很明显啊，就是像今天晚上搞个火锅呗。他这是没明显说出来啊。我跟你讲，他说的或者兄弟们说的，我肯定要调查嘛。那现在不用调查了，他意思很明显了。今天晚上就搞个火锅之类的。你今天上任了，那我也不知道，对吧？这个就要看你的心意，对吧？我也知道，我也没有实力啊，现在。是不是你上任了，你要看一下，你要带兄弟们，是怎么搞，
怎么玩那就随便你，看你的心意。郭哥也没有就是说一定要你就是说买个三桌五桌啊，七八桌啊这种。我现在的实力几公就叫饭，一定做人搞定做事，对，从来都没有说过哈，一句实在的话，这句话是最实在的了。这个应该要给他点个赞。我发现他也是努力，没有，就是给我一百块钱去把它套起来，那就可以。你不要老是想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好好做呢，郭哥都知道心里的嘛。我不要你心里知道，我要你口袋知道。郭哥，诚心不忙，你不应该你请客吃饭吗？他上任那肯定是他上任第一次是你啊，第二次是他呀。他上任肯定是他的事情。现在不是还没上任吗？所以说既然你请，再要弄他请。小胖，我请兄弟们吃饭是没有问题的，兄弟们好好听着我，我肯定带兄弟们吃香的喝辣的。可以，快吧。可以可以，一定要搞个十菜一汤啊，九菜一汤。哎，好，这我懂着呢。哪里能吃的那么多？小胖能吃那么多吗？能吃两个菜呀、两个菜就搞两个菜就可以了，搞个十菜一汤不是浪费吗？浪费。是吧？我说的这些是没有问题啊。报告什么？你来一下。来干嘛？那个以后呢你要在宿舍里面好好的，你看哪里不敢好好躺平对吧？郭哥不教你躺平，你不干活呢你就在宿舍里面打扫一下卫生啊，让兄弟们对吧舒服一点，然后呢就有这个不兄弟们肯定会给你的嘛。不会的。哎呀有郭哥在对不对，现在加上李三也上任了对吧，你好好干啊，你想不想像他一样？不对。不想啊，这都没梦想。没有好像是。哎呀这懂得多累得多、啊、我也觉得。我也觉得，我感觉我现在一个身都不够两个树用了。我们做人呢，我们要有梦想，对吧？有梦想。像我没梦想的，我想睡就睡，想醒就醒，自由。你赵公子，你不用说你梦想了，像你干那个活，很多人都盘进，想上就上，想下就下，这种肯定是不行的。你想改变你，那你肯定要以身作则，好好做。我想讲究效率。干得少赚得多。兄弟们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？没有问题了。没有问题了。赵公子还有没有？那不用通知其他宿舍那些兄弟吗？他们不在啊。他们不在到时候你宣布一下不是可以了吗？不行，到时候他们又就说我骗他们，到时候他们不信就违背就抗旨了。就龅牙哥宣布一下也行，或者叫睡神宣布一下也行。小胖他们讲一下也行的、啊、拿一百块钱给我去泡个网吧，明天再买水过来，然后呢再帮你宣布，可能会就有说服力。我跟你讲啊，就是看在那个单的份上，我再给一百给你，不用还了。这个嘛，一百块钱就要找那么多理由。那是打和了，那个单都没算呢。算起来是亏的。亏个停车费。你和兄弟们做就可以了。对呀、啊，只要兄弟们好就可以了。兄弟们开心就好。对，其他的没有问题了啊。没有问题了。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先撤了。好了，慢走啊。好好干啊、哦！必须好好干。还有你啊，好好干。好，熬你一会儿的困了。哎，走不送。OK OK。